在瓦努阿图访问期间，每天天一亮，基诊导医组组长白元就忙活开了。除了基诊引导，他还承担着心内科医生的门诊任务。不论是在接诊导医的岗位，还是在出专科门诊的时候，我们的医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，只要能多看一个病人，就能多给一个家庭带去健康和希望。和白元一样，海上医院的所有医护人员都是身兼数职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尽自己所能帮助更多的人。自7月3号起航以来，和平方舟成为南太平洋上的一只生命之舟。瓦努阿图维拉中心医院的护士乐丽可患有胆囊炎近3年，症状反复发作，在和平方舟上仅用时26分钟，肝胆外科医生王若愚就帮他解除了病痛。非常感谢能遇到中国海军，获得能在医院船做手术的机会。一粒粒病痛被治愈，一名名患者说着谢谢离开。在汤加开展医疗服务期间，20岁的达拉西找到了烧伤整形科医生徐飞。因为5岁时的一次意外，他的左手小指已经有15年不能伸直。徐飞在手术台奋战了2.5小时，治好了达拉西的手指。由于当地的医疗条件的限制，很多患者都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，导致病情进一步加重。我们通过精湛的医术和热情的服务，让各国患者感受来自中国军医的大爱。每到一站，和平方舟都会为到访国提供7天的医疗服务，而比起医疗服务，授人以渔更重要。服务期间，和平方舟都会邀请当地医生到诊室一同看诊，一同完成复杂手术，给当地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。截至目前，医院船已经累计为基里巴斯、汤加、瓦努阿图等3个国家的20000余名患者进行了诊疗，赢得了当地民众的高度赞誉。